沈氏已经被公司辞退了。对啊，他肯定。大家好，我是沈氏集团定期股东大会筹备总负责人。 沈一真，沈总，哎，沈总，哎，沈总，哎，别来烦我，我知道。 但是有人刚刚寄来这个，这什么呀？一封信，我还不知道这一封信。不是，上面的邮戳是昨天的，是艾瑞克寄来的。这看着像什么橱柜之类的条形码，快去找一下。 这么说，你还是决定回公司了。我会尽我的所能，但是，也请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谦虚，并不是一种美德。这不是谦虚。那么就是说。 你还没有开始努力，就在为失败找借口了吗？这也不是借口，而是生命。从今往后，我不会按照董事长的方式去做，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会用我自己的节奏来掌控全局。至于结果会怎么样，您就拭目以待吧。 21年前，一个孩子以沈一真的名字登记在沈家的户口本上，可是没有对外公布。后来因为一场火灾，就人间蒸发了。现在的这个沈一真冒名顶替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沈一真是假货。这可能吗？ 沈副总，啊，不对，是沈主任。我是今天重新入职的秘书兼秘密组织医生白欣欣，请多多关照。他刚刚打电话过来推荐自己，为了回应这份热情，我许诺了高薪，但具体是否决定录用，还要您来面试决定。 说好，两个人要在一起的吗？我只是说过要在一起。
但我从来没说过，我需要一个秘密主治医生。我们的合同已经终止了。合同啊，合同可以重新再签的嘛。第一条第一项，乙方不能够爱上包括甲方在内的所有人格。那你是需要我遵守吗？我就是因为违反了那一下，所以才付出了天价的违约金。钱我可以还给你啊，毕竟我们双方都有过失嘛。但是以后我也不能保证我不会违反那一下。哎呀，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哎，不如我们把第一项的第一条重新的写一下。怎么写？我们改成甲乙双方无论遇到任何事情，碰到任何险阻，都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啊，那就听你的，让一切回到原点，我们重新开始。你要干嘛？想我乖抱你吗？还挺大牌的嘛，谁猴急谁先来。你们两个唱。讨厌！我的天，在干什么呢？这里是公司，知不知道？沈总，我觉得您应该马上展开工作了。股东大会的总负责人和之前那种随便玩玩的副总是完全不一样。喂，我什么时候玩了？我之前做副总的时候也很认真啊。这次股东大会完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必须要做到知己知彼，应对一切危机，还要预防别人趁虚而入抓到你们的破绽。白欣欣，你在家里待命。为什么？我不仅是秘密主治医生，我还是一个伪装的秘书呢。聘用秘密主治医师当然是由沈总来决定的，但是秘书是否录用是由我来管。哦，你现在是在利用甲方的权利来威胁我喽？你不要忘了，这里是沈氏集团，人多眼杂，都是为了你好。白秘书，果然是你啊，白欣欣。其实我一直很在意白秘书的。不好意思，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在意，是其他意思。我想象的是什么在意啊？沈总，您说的又是什么在意？不是男人跟女人的那种在意，至少暂时不是。暂时不是。男女之间的事儿可说不准啊。沈总，
您叫我出来，如果就是想开玩笑的话，那我先走了。您是精神科医生吧？您不是早都知道了吗？我在公司看到你的时候，说实话，我吓了一跳。精神科医生当秘书，这可不太寻常啊。然后我又对你在意了起来。最近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对你更加在意了。你是指？你猜不到吗？猜不到。其实这次的股东大会，对白秘书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喜。股东大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我会给大家一个惊喜。等结束以后，白秘书就是一个有钱人了。有钱人？哇，好有吸引力啊！我会变成一个有钱人，多有钱啊！会不会像沈总您这么有钱啊？沈家的直系亲属，怎能做到大股东这个地步？不过，你得站在我这边。可是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呢，从小就不喜欢拉帮结派，而且最听不懂人家拐弯抹角的说话了。我还没说完呢。但是你忘了，我已经辞职了，现在我们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我想走。我就走喽，拜拜。我正按邮戳地址找呢，可这地方跟大海捞针似的。他要诚心，诚心玩咱们，他是不是换地方放东西了？这是诱饵，他想让我们看到之后产生兴趣，然后给他打钱。所以，东西应该放在比较好找的地方吧。谁啊？崔皓月，沈一真。喝吧，醒醒酒。你过得怎么样啊？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怎么回来了？我对你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崔皓月这家伙还是老样子，脾气简直是糟透了。我不该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你的。现在想好跟我做交易了吗？当初你找我的时候，我就不应该把钱给你。我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变成大麻，变成可卡因，变成赌债。对不起，是我毁了你。你还是那么喜欢装圣人。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你交朋友，如果我没有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告诉你我的秘密，如果我没有拜托你帮我守住那个秘密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会这样见面。你就直接报个价吧，说这些有的没的有什么意思？不管你会不会泄露我的秘密，我都不应该害怕的。就算你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也应该有勇气去承受。
你一时糊涂，可轻易相信你的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原本揍你一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够了！你的这些说教我已经听够了。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样子，自己一个人高高在上的样子。相比崔皓月，起码他活得比你自在。不要再说这些了，你就说你到底想出多少钱吧。我不做交易。如果你把我的秘密泄露了出去，我会再来找你，揍你一顿。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把你当做我的朋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告诉你储物柜的位置。找到了，你确定吗？里面有什么呀？确定，能打开。什么都没有啊。什么？这些都是之前艾瑞克说的保管箱里找到的。他本来是想作为诱饵给沈东杰的，但最后一刻他改变主意了。全部都是以多重人格为题材的电影。他让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话说回来，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进攻，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反击呢？之前我已经公开说明过了，这次股东大会我会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进行。但是这样是行不通的。之前我已经跟董事长说过了，这次股东大会我不会按照他的方式，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进行。当务之急是要掌握击败他们的牌啊。不好意思。喂，是我。找他了。我马上过去。什么事？您的意思是说，可能不只是单纯的事故？那您有什么依据吗？那天，送机的司机突然换了一个人，说什么之前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住院了。后来就是这个新司机送沈景洪董事长还有赵曼总经理去机场的。不过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什么事儿？出事故的车不是在去机场的路上，而是在外环被发现。赶着乘飞机去签合同的人怎么也不会跑到那么远的路上。还有啊，这件事明明是疑点许多，但是调查很快就结束了，简单的定性为司机疲劳驾驶造成事故。你不需要百分之百都相信，这些说法十有八九都是他们捏造出来的，每个大集团都会有些流言蜚语的。要是当时沈景洪董事长和赵曼总经理的合同没有签约成功的话，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或者说当时最恨他们的人是谁？对不起，我利用了你。不过庆幸的是，咱们一真终于回到公司去上班了。我想这可能是托你的福吧。
沈春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的话，那你就醒过来，醒过来站到逸臻这一边，好好的帮帮他。你就醒过来吧。我真不明白，你还在怀疑什么？怎么突然问起这场事故？如果不想被对方抓住弱点，就要弄清所有真相。真相？哼，当年确实有很多传说说我跟这件事有关系，是因为我嫉妒我丈夫跟儿媳的关系，说我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董事长，所以派人故意谋害了他们。哼，那些都是不堪入耳的无稽之谈。这么说来，您跟当年那场事故真的没有关系？我真不明白，你的不信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好，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我跟这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现在重要的是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好好准备董事会上要用的这张牌。哇，一张有用的牌来了。好久不见。沈总，美国来的传真是艾瑞克跟沈逸臻在美国时候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是上次送去检验药物的成分鉴定报告也出来了。都这么大了，还跟妈妈撒娇啊？啊！啊！谢谢你啊，真的，特别谢谢你。傻丫头，跟妈妈还说谢谢呀？啊，要不是你把我从火灾救出来，还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这么好听的名字，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知道家可以这么温暖，我可以过得这么幸福，都是你给我的，谢谢。欣欣啊，妈有你这么个闺女才真的幸福呢，知道吗？特别谢谢你，真的，妈妈，我的好欣欣，妈，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的爸爸呀，很爱你妈妈。如果他知道有欣欣这么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他会更爱你的，妈。我爸和我妈他们现在在天上应该在一起了吧，他们现在应该很幸福吧？一定的，一定会的。我爸和我妈在天上很幸福，我们一家现在也很幸福。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了，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们家，我爱我们家。妈妈也最爱你，知道吗？我的心思，妈妈爱你。还吃这个番茄啊，又红又大的。
你不玩爱的抱抱了？好久没玩了，我也要爱玩爱的抱抱。来来来来，让让让！我的小星星啊！你们在干嘛？玩爱的抱抱。你过来过来过来，我们一起玩爱的抱抱来。我哪里抱？叫你过来，不要抱了吧！你这边抱呀！警察又来了，不要啊！你面无表情的样子真的好吓人呐、啊！脸上给点表情吧，惊讶也好，不解也好，疲倦也好，或者生气也好啊，不要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给点反应好吗？蔓延。如果你是还在在乎冻结哥的话，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已经和他讲清楚，我们俩彻底结束了。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这次股东大会上，我会站在你这边的。我这么做，是想弥补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想用这个，把你留在我身边。给了别人的心，我不可能再收回。而且你对我也仅仅只是执着好胜心切而已，那并不是爱情。那给我的心呢？从小到大你给了我这么久的心，就这么说收回就收回了吗？你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在我已经想明白了一切，在我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在我全心全意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别再说了。那你就不该来招惹我呀，这样我才不会因为你说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胡思乱想，这样我才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动摇。明明是你说要给我选择的权利的，为什么到最后说不要的又是你？沈一晨，你凭什么这么玩弄我？现在是时候该跟你解释清楚了。什么？从前我放弃你的理由，之后再一次招惹你的理由，以及现在又一次拒绝你的理由。如果是长篇大论的狡辩，那就不必了。不会很长。DID 不是药物中毒。那个斯文的沈一真居然是个多重人格。知道我秘密的人反应有很多种，要么惧怕，要么告诉别人获得快感，要么为自己是正常人而感到安慰，要么利用，要么怜悯，要么当我是异类。你是哪一种呢？知道了我的秘密之后还依然想和我在一起吗？
干嘛呀你？不是说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了。这么快就想我啦？再说一次好不好？说什么呀？说喜欢我。哎，你干嘛呀？人家好歹也是个女孩子，老要我说这些。不喜欢我吗？没有啦，我喜欢你，沈一真，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你。我想你了。这个人老了都糊涂了，这么还找你过去？欣欣啊，妈妈还是希望你不要去了。又怎么了？我总是觉得好像哪点不太对劲，要不你把工作辞了吧？嗨，欣欣，别听你妈妈那一套了，走了走了走了。妈，你放心啦，我现在呀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在外面工作呀，然后回来还有这么温暖的一个港湾，我觉得好好呀。嗯，不要把爸爸给忘了啊。吃醋了，赶紧去抱抱他。拜拜，爸爸。爸爸，我的女儿。你要注意身体啊。那一定的。我会想你的。挺宝贝的。你也得想我。必须。欣欣啊。前面别靠了，家里是不是该买躺椅了？走了。谢谢哥。走吧。白先生。我们喝一杯吧，你先回家。不要喝酒哦。放心。嗯。是你让我出来陪你喝酒的，然后你就喝纯净水。对不起，你拜托我离开他，我没能做到。这能怪谁呢？他也是共犯。真的，很抱歉。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我们之间似乎有什么奇妙的缘分。但愿是善缘吧。
我们两个，不对，我们三个人之间真的是善缘吗？偶尔我会想，如果当年欣欣跟她妈妈一直在国外，如果沈氏家族可以宽容她、包容她，把她当做自己家的孩子，那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成为她双胞胎哥哥的就不会是我，而是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跟他相爱的也就不是你，而是我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很纠结，我到底应该在欣欣身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做的最好的哥哥。所以，沈一真，别再让欣欣受伤了，好好保护她。写作废的誓言，努力却也忘不掉，全世界都被你占据了。湖边的梦也沉默在深海。要是发现做错决定了呢，就逃回来，跑回来，跳回来，才能飞回来。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对男人来说，初恋意味着什么？要是一下子就翻过去了，是谢天谢地。翻开一次是留恋，翻开两次是悲伤，翻开三次就是痛苦了。你要是一直不停地翻，也翻不过去的话，那心就碎了。几句话你就嫌烦了？你要是一直不停地翻，也翻不过去的话，很心碎。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妹妹。我要坚强的妹妹，你要是这样，就别当我妹妹了。我最依赖你了，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后，我也不会什么都不怕，一直都勇往直前。我错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那样了。你当然错了，你对我犯了很大的错。不要我这个妹妹好不好？从小我最害怕的就是你说这句话了。
装傻了，二了吧唧的。喝酒啊？嗯。声音是沈一真的，怎么口气听起来有点像崔浩月？这样不好吗？真实、自然、随心所欲。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我哥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你干嘛老看着我？我脸上长东西了吗？嗯？我想你了。我不就在这儿吗？那我也想你。你在说歌词啊？我们一定要幸福。做我的女人吧。翅膀似
只想。